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腾腾。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玩这个达拉特工。那么今天呢是要来测试这个左轮嘛？那上次的话，我们是只有这个蓝色品质的左轮哦。那现在的话是已经把它升到杰出。那杰出的话，它会开启这个新的这个技能哦，击杀敌人会恢复这一颗子弹，那就可以减少这个蛮多时间在装弹的上面哦。那么就来看一下这个升到紫色的话，会不会比起蓝色还要好用许多？那么挑战的关卡的话，就稍微选择一些比较简单一点，像这个牧场区域好了。那我们就选择这个章节九来看一下，而且是打这个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其实左轮啊还蛮适合这个龟缩在这种左下角的。好吧，还是不太行，可能要等到后面这种其他的技能都选出来再来赌会比较好一点。还是需要靠一些其他技能来杀这种小的那个怪物。好，那前期左轮的话是可以直接站在这边射啊，然后子弹就会一直帮忙补。不过它的致命缺点还是存在啊，就是它没有办法边跑边打，而且只要怪物数量一多的话，它这个变小怪的效率还是太慢，主要还是拿来打这些 BOSS 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再来选一个技能，我选一个板砖好了。那它伤害真的是还蛮高的，才2颗星吧，就已经8000多的伤害。所以是可以稍微像这样往左下拉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来打一下。那这个样子其实好像至少比蓝色还要好蛮多的。就是说，你可以像我这样一直挂机的话，还是蛮不错的啊。好，那像是这个打 BOSS， 它还是就要有这种补子弹的动作出现了。那你们就可以靠这个补子弹的时间稍微走个位一下，然后等到子弹打完，不是打完，是装完之后就可以再回来这个站着撸。因为这个左轮应该是只能够这样站着。那打这种就是数量比较少的话，其实会比较方便一点。那就只要龟在角落，尽量是不要让它从四面八方这样攻击。就跟那种守城游戏一样，要把炮台架在这种就是特定敌人会攻进来的方向，然后专心的那个准备火力集中输出啊。那如果这样 BOSS 来的话，你也是可以跟他硬刚一下。好，来稍微跟他硬刚，哎，还是不太行。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四周围这样绕一下。好，那这样也是可以轻松的解决掉。好像也没有多轻松啊。哎，那我们的少剑就出来了。那这样基本上呢，就是靠其他的这个武器在打了。而且刚好我们的这个少剑的范围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立场跟回旋镖，这一场来的武器都还蛮不太好的，就稍微测试一下。哎，怎么感觉这个蝴蝶有靠近我们的迹象呢？好，那我们稍微站好位，这样就比较好一点。现在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好，那这样4分钟又有 BOSS 了，结果我们的左轮才2颗星呢，都没有看到可以升左轮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浪人铠甲给升上去好了。打这个 BOSS 的话，就不太能够站在角落这样射，如果你直接被卡死的话，会直接 GG 哦。好，那强力弹头也是有了，再来板砖。能够稍微射个几下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BOSS 就挂掉了，应该是被我们的少剑给打没了。这个游戏是不是没有主人可以用？好，那反正完全都是靠其他的武器在打。哎，那现在怪物变成这种小虫了，来试试看，应该也是跟其他的那个蝴蝶策略是一样，
就龟缩在左下角。我其实现在好像没有我们什么左轮的事情，我就把少剑升起来，就可以毕业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躲在左上角这边试试看，这个范围也是差不多的，我可能稍微小了一点，稍微变换个方向，可以像这样，然后弄成这样。那我们就在这边稍微挂机挂个一下吧。好，那么稍微挂了一下哦，结果挂到我们自己的血量都快没了。主人真的是不太行啊，大家还是不要玩主人了，主人就留给那些牛仔，西部牛仔玩家再玩就好。好，那这边守卫者。那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玩这一场的这个技能还是太烂了。那我现在是不知道怎么打这些 boss 啊。现在可不可以直接瞬间把他们秒杀掉？我们选一个运动鞋好了，蛮多经验值的。然后运动鞋，赶快来跑啊！这主人一定要选个运动鞋哦，这样跑跑比较快一点。咦，直接撞到，稍微射了一下。这样打一下这个牛牛，哇，这个，而且我们要点这个运动鞋比较容易跑得赢这个，总算是秒杀掉。哎，那现在变成这一坨是要怎么处理？不过我们已经有双枪了，我们等一下来看看龟在角落能不能够顺利活下来。哎，再把这个运动鞋给它升一升，那我们的子弹瞬间就满了。哎，也是瞬间秒杀这个小金怪。哎，那我们攻击力也是有在提升的。那现在这个弓弩好像还是有在持续被咬，血量慢慢在这个减少。因为轰一下的话就有8万7的伤害。还是蛮不错的，那我们就要在这个角落慢慢的被这个弓头给打死了。还是推荐大家不要来选这个，真的没什么用。哎，你看这样就 GG 了。不要过关的话，应该还算是可以，稍微吃一个复活兵应该就可以了。哎，那这边。体积增大一下，可能要走快一点，走到这个 boss 很远的地方。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打一下这个虫虫的血量，好像也不如那个雷电直接炸，或者是足球直接爆开来，这差的还是蛮多的。所以大家还是不要选这个左轮哦，还是一样烂啊，只能这样想。看一下能不能够打这个小金怪，还是速度蛮快。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够再成功活下来。我们现在的话，当然是没有办法活下来，直接继续啊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左轮紫色左轮的实测就差不多到这边咯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